多谢罗牧师啊，罗牧师有特别邀请咱的教会啊，有缘来参与做啊协办，所以迄一日牧师有缘来去到啊现场啊，咱迄一日的礼拜吼，咱就啊先甲咱预告吼，咱迄日礼拜咱这个所在就暂停啊，咱拢总伫一点吼，若要参加的人一点，若知影有的人真哩大黑，咱家己前往啊，若唔知影人一点吼，咱伫这个所在集合。咱做伙前往吼，差不多一点钟的这个捷运啦吼，捷运就一点钟啊。我有稍微查过吼，一点钟的这个路程就会到吼。啊，所以咱一点在这个所在集合。下面来甲咱报告几项的消息啊。头一项，咱的教会定伫12月17到19日，要前往司马库斯来举办教会灵修会及事工计划啊。报名费每一个人1000块，吼、哦，一人1000块啊。咱有统计过，一个人大概超过2500块左右，总是不足的部分。咱的教会的补助，那么五万啊，兄弟，吼、哦，有人啊呐，你感觉讲你的经济较会使，啊，为这个事工来奉献。要参加的人啊，来向领袖，吼、哦，领袖再来报名。啊，12月12日截止，吼、哦，啊，爱写报名表，吼、哦，因为咱爱办理。啊，这个保险，吼、哦，爱办理保险。第二，咱12月17日，吼、哦，12月17日暗呢7:30，啊，伫这个李腾先执事的厝，吼、哦，有举行一个家庭礼拜。啊，伊是住伫个吉林路22巷9号，电话251-3211，吼、哦，欢迎向这啊参加，吼、哦，啊，腾先执事，吼、哦，请站起来，吼、哦，和大家甲你熟悉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伊原啊，腾先执事特别甲咱邀请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咱也知影有个人叫组织啊，伫吉林路22巷9号，就是要来这礼拜的拜五吼、哦，拜五暗啊，兄弟，那时间会拄好，咱会当前往参加啊。拄只啊，恁阿哥协进会咱的牧师有甲咱报告吼、哦、啊，咱有缘准备心啊，伫圣诞节迄一日吼、哦，12月26日啊，下晡2点吼、哦，咱到淡水真理大学下礼拜堂啊，伫遐来参与这个礼拜吼、哦，好来。啊，咱的教会今年还嘿，讲吼，即卖各位兄弟，大家好吼、哦。啊，咱台湾吼、哦，确实真也过真济，也无接近上帝。咱耶稣基督确实是听上这个地球，包括即卖温室效应哦，大家吼、哦、要减碳哦。啊，拢就爱靠大家啦，每一个拢来做。啊，牧师在拄啊有分的这吼，是毋是下半过节，车天气的哪会当顺续啊天好啊顺续交来吼，唔免搁再加，唔免打邮票，谢谢，谢谢。好、哦，较等下下当直接，唔免搁加邮票啦吼，搁、哦、浪费咱的资源吼。OK， 多谢，多谢。啊，拄只牧师报告讲，12月25号吼，啊，咱王长老吼，北门教会王长老伫遮吼，咱25敢若迄个北门教会有活动嘛吼，爱忏悔啦吼，啊，几点开始安尼？哈、啊，6点吼，12月25号6点吼，6点啊，伫北门教会有爱忏悔吼，啊，所以咱遐个姊妹嘛会当前往参加咱个舞会吼。啊，伫长安东路是吧？长安西路，178巷吼，78巷吼，迄、哦那个吼，下礼拜牧师会甲报大周报内底吼，啊，咱会当参加北门教会的即个圣诞主餐啦吼，啊，伫教会啦吼，伫教会吼，所以毋是食大餐吼，是主餐尔啦吼，啊，咱12月26早起。哦，有缘会通参加啊！这个北门教会的圣诞庆祝礼拜啊，下晡呢，咱再来参加啊！这个啊，台湾所给咱准备的这个感恩，应该感恩的礼拜吼、哦、啊！所以咱12月26去中岛，吼、哦、去中岛啊！咱这个所在就无过吼举行礼拜吼、哦。来，我看到咱啊过去咱的阿伯的好朋友吼、哦、助理吼、哦，有缘在咱的中间吼。哦哎、欸，哦，要别来助理啦吼，哎嘛，把这个麦克的助理的款吼，要别来助理来。哎、欸，苏姐，请你写个苏金碧律师，苏金碧是要别来。
苏姐啦吼，我拢叫苏姐啦吼吼吼啊！后来唔知阁有今仔头一摆来无？大概拢是有来过吼。咱的教会因为流动性足大吼，所以牧师名拢记袂，探头照头吼。啊，真侪人来来去去吼，啊，流动性很大吼，啊，总是真感谢。好，啊，咱除了这以外，吼，伫十月二五，咱参加北门教会的哎圣诞这个主餐，二六再去圣诞节的庆祝礼拜，二六下晡的三点吼，无两点吼，伫迄个真理大学的礼拜以外。唔知咱对今年圣诞节咱有啥物款的节目，你感觉讲教会会当来做诶？大家想看卖咧好无？哦，你若想着则甲牧师讲啦吼。哦，圣经的内面讲做着祭米西一个过来行代志会当做啦，包括阿伯老师吼，阿伯老师甲师母吼拜一吼，明仔载啊，因着要倒转去吼，阿弟啊足久无看到啊吼。嘿嘿，平安平安，真久无看到吼。嘿，阿伯老师啊，明仔载呢啊，就要转去啊，这个加拿大啊，咱毋忙上帝特别保守啊，因啊夫妇呢会通平安吼啊顺利啊，特别咱足期待吼，因两个赶紧转来啦吼。其实大家所毋知影，阿伯老师。啊，会使讲是阮的火车头啦，吼、哦，阮有啊，这个勇气啊，有这个毅力啊，有这个会通呢，继续啊，为着台湾来打拼。阿伯老师啊，是阮的足重要的这个车头吼、哦。啊，伊啦，无等下阮嘛是咧亏蛋子啦，等下阮搁较有力啦吼、哦。啊，咱啊，拍婆啊，甲阿伯老师甲祝福啊，师母祝福因两个人啊，平安倒转到加拿大。当然，咱的吉他因赶紧较紧搁倒转来吼。啊，嘛有看到咱的 Michael 吼 ，Michael 咱的蔡长老今仔带一个朋友来吼，带一个朋友来，是不是来介绍一个？The one of the, my best friend in the United States, Stephen Yates 叶望辉，哈啊，他曾经因为伊个人也讲北京语尔哈。啊，叶望辉先生呢？以前年轻的时候，曾经在台湾传教，做传教师两年了哈。那他回美国以后呢？他就在这个华府的一些智库啊，国际的这些慈善机构做事情。那这个我在驻美国，在这个他曾经是美国副总统。Dick Cheney 的负责亚太地区的安全顾问，啊，那他今天这一次呢，回到台湾呢，有他一些个人的任务呢，那我两天前呢跟他在一起，是老朋友，也是好朋友，所以谈了很多关于台湾跟美国的一些事情，啊，所以今天呢我们有机会呢，又见面，我说要不要到我们这个228。公园呢、啊，来参加我们这个行动教会，他说他很愿意来哈，啊，我们就欢迎他。你愿意不愿意跟我们讲几句话 ？Michael 是我长久的朋友，Albert， 我曾经在那个传统基金会有一个机会跟你碰面，很难得有机会，再看你，那我觉得。台湾作为我的第二家，因为我年轻的时候，有人派我到台湾来传教，但是他们派我的时候说你要看到真正的中国，然后我觉得 OK， 这个那时候中华民国应该是自由中国，我很乐意去看真正的中国，但是我到台湾来之后，我被派到台东。那我在台东认识到很多朋友，但是奇怪，他们是日本人，他们是原住民，这个真正的中国人到底在哪里？那我就开始怀疑，我以前这个教授告诉我这个台湾到底是什么样的地方。那我那时候发觉台湾的人民对我们
很同情自由。那、当时的政府不要我们谈政治，但是也不能忽略，在八十年代有很重要的政治活动发生在我们的眼前，在台湾也有，在中国大陆。我很深刻的一个经验是1989年六四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在恒春，恒春很多朋友告诉我，你百人不能了解台湾跟中国大陆是完全不同的地方，那你不能了解我们跟他们完全没有关系。但是六四发生之后，他告诉你不能了解我们的一通家人受伤，你不能了解我们的痛苦。我们在台湾追求自由那么久，你看大陆的人民有这样的牺牲，哇，很痛苦。外界觉得这个自由是经济而来的，但是我们大家都了解，这个自由是因为我们依靠上帝，而是依靠我们彼此的爱心，而且牺牲而来的，不是经济而来的自由。那所以我很难得有机会陪 Michael 跟你们在一起，感谢我们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慈爱，也感谢我们拥有的自由。希望以后我们能够继续好好的保护我们的自由和分享给别人。感谢你，谢谢。谢谢。啊，咱对远方来的好朋友哈。啊，我们有很多朋友，他们一直在关心台湾这一块土地。那么一度啊，讲的讲，自由民主，这是最高的价值啦，吼。今仔所以咱无爱甲中国统一，都、就是因为咱有自由民主这个价值。啊，这个价值是咱用过了十年、过了百年打拼落来的。假使这个价值那无去，吼、哦，我想这是咱对不起咱的子子孙孙。怎么？所以安怎样来掌握、来把握咱目前这款的民主自由的价值？哦，这是咱来努力的吼、哦。多谢 ，Welcome 哦，啊，咱欢迎伊吼、哦。OK， 咱奉献的部分，顶礼拜咱的出席52名，奉献有3500块。啊，另外呢，有记名的奉献，然后错误，而且咱爱参加牧师来讲，咱爱当来纠正吼。啊，记得交通。啊，咱的教会要来一定受会，甲暑工研讨会，恳求上帝带领咱的教会，伫未来一年的暑工引出，会当搁较侪人来参与。啊，迎接圣诞节，主要所有拯救、甲讨棒、甲台湾人民同在，啊，祝福台湾成为一个公平、正义充满有听的国家。第三项，啊，请咱继续为着身体欠安的兄弟来祈祷。哦，咱会当为着因的名提名来祈祷，特别咱啊，少年陈老师、牧师娘吼，牧师娘唔知手术了有好势无？吼、哦，咱伫祈祷中间啊，继续少年吼、哦。啊，当然，咱嘛为着啊，伫家国中间啊，陈水扁总统以及啊，即个侪侪受刑人来祈祷。咱后礼拜的时间的分担。后礼拜，咱的祈祷要请啊美琪姐，吼、哦，请美琪姐祈祷读圣经。后礼拜咱请啊耀世执事，吼、哦，请李耀世执事啊，承担人数啊林秀教台啊，请林大哥，吼、哦，林先生先，吼、哦，教台请林大哥奉献啊，请美惠姐，吼、哦，以上的报告，咱唔知有啥物款的其他的报告无，咱。久久无看到召开长老吼，召开兄嘛伫咱的中间吼，咱一份啊，搁较欢迎啦吼。啊阿弟啊吼，阿弟啊，足久无来啊吼，甲妈妈嘛足久拢无过来啊吼，因为可能伊行动上较无方便吼，咱有缘啊为着因来祈祷来祈祷吼。OK。